几乎都会
有关于林语堂的方面的邀稿，或者是呢演讲的邀请，从来没有见证过。但是大家也知道，我比较熟悉的，或者是钻研的是林清晓说《红楼梦》那方面。所以我常常在想呢，也许呢，如果林语堂在天之灵的话，真的有灵的话，他大概呢有的时候会。 他不会忘记我，有时候会主意我一下，希望我呢再帮他，再谈一谈他的文学，谈一谈他的思想，谈一谈他的人生。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岂不就很乐意吗？然后每天每一次接到有相关的活动的讯息，或者相关的邀请，就会很开心。那这些邀请呢，可能还包括了两岸的活动。所以呢，林语堂呢算是对我人生呢有很大的那个滋养。我也希望呢能够有机会尽量就带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比较感性的角度来看一下我所认识的林语堂。我之所以说他的有关于他的相关的活动或者是邀稿，比如说我们现在办一个什么杂志啊，请你写一篇有关林语堂的。我们现在有研讨会啊。 今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要写一篇论文。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演讲排的一系列的哈，你就其中之一啊，等等的。那这个所有的起头呢，都是起源于呢我第一份工作在国光大学教书。那当时呢，创校的校长龚鸿成教授呢，他就就是看到报纸上写说，我们台北是有很多名人的故居哈。 要开放，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像纪州安这样子，可以进来喝杯茶，买买书，然后领略一下这个名人的家居生活，或者是慢慢沉浸在他们的思想文学当中。那其中有很多，其实我在博士班的时候也参与了很多相关的计划，或者是也走访了很多名人的故居，前目故居我们大家一定都知道，张大千。 大家也知道，那剥皮寮那边晚清的时候，有这个章太炎国学大师张炳麟的故居，那些我都有做过考察跟研究。那后来到大陆去的话，像朱自清的故居等等，也都有去走访。那但是呢，林语堂呢，他跟我的缘分好像特别深，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采访，我说要谈一谈徐志摩啊。 谈谈朱自清，总而言之，就民国时期那些男神们的，那就各式各样的电视台偶尔就会有这样子的节目或讯息，但是总体而言，好像和他的关系特别密切。那我觉得，再多的机会都嫌不足，能够把他的视野带给大家。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很感叹说，像胡适啊，像林语堂。 怎么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来做论文呢？很重要的，然后也很丰富、很精彩，但也有可能是时代还没有到。早些的时候，对很多人而言，他的东西呢曲高和寡，或者是说太久远了，就是要很久以后才能领略。有很多的作家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不一定受到当世的人的接受。可是呢，到后来啊，那就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如果假设林语堂在天之灵呢，曾经有给我这样暗示，或者是呢给我一个使命的话，那我也会不遗余力哈来谈一谈，好好把它介绍给大家。因为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吸收到很多的养分哈。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最近重新再看他的资料跟文学作品的时候，最深的领会就是握有智慧的人生跟艺术的生活。 生命跟生活这两个词看起来很像的哈，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层次跟含义。就林语堂给我们的概念，跟徐志摩或朱自清或者沈从文、巴金老舍他们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给我一个很凝练的句子，就是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才值得呢？要过的是有智慧的生命和艺术的生活。这个确实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就是有艺术的生活。譬如说，你常常接触这个文艺，喜欢呢去看美术馆，喜欢听音乐会，自己拉琴，自己弹弹琴，这种艺术的生活应该从当下就要培养。
那么他在《生活的艺术》里面说，琴也可以弹一点，但是绝对上不了国家音乐厅哈、啊，在自己家里面的客厅上自娱一下，文章也写一些，但是没有没稿必中的，一定会有一些哈、啊、就被那个编辑退回，但没关系，我们还是继续写。就是过艺术的生活，只是自己选择要和不要而已，啊，并不遥远。就是你从当下开始弹弹钢琴哈、啊，然后呢去听听音乐会，看打开一下看一看两厅院最近有什么节目，再看一下北美馆最近有什么展览哈、啊，那只是要跟不要而已。那他也是一样，我们到林语堂故居会看到他的绘画，他画的当然是不是像徐悲鸿和齐白石那样子，可是呢。他也可以挂在他自己家墙壁上，又没有违法，对不对？好，高兴就好。那而且代表他的心智嘛，他写有不为斋。那他又没有去爱找别人，他自己喜欢那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所以他就把他书房写有不为斋，这样子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哈。那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哈，所以我体会到的第一个就是他愿意过艺术家的生活。那我们当然会觉得艺术的生活不是艺术家，艺术的生活，但我们会觉得艺术的生活感觉比较浪漫，也比较天马行空一些哈。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实人生啊，理性的成分太多了，每天呢家庭琐事、生活琐事、工作上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理性对待，哈，也锱铢必较，分毫都不可以有一点差别。那除此之外，感性的生活何妨就让它浪漫一些，对不对？就不理性一些，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嫌自己理性太多了，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过有智慧的生命哈、啊，经历一段有智慧的生命，这就更加的难得了。这个恐怕要大量的阅读，而且要有灵性哈、啊，才能够去吸收。但是这个对大家而言，也仅仅是要跟不要之间的选择而已。如果你要的话，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有灵气、比较有灵性的人，还是就是比较吃快或柴米油盐？那他因为可以倾家荡产去研究一部打字机，大家就觉得说也未免太浪漫，是吧？在那个年代，中文打字不像英文，英文就是拼音啊，所以你把26个字母放那个键盘上这样打就打出来，中文怎么可能打字呢？但是他就不相信啊，非要去研究出来不可。那这种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说，从我的视角或我的认知，我认为他是一个能够过有智慧的生命跟有艺术性生活的人。那这两者应该是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当下常常在体会，常常在扪心自问，说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怎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如何才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涯？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问，然后给自己一个回答的话，当然我们不排除说你的回答可能是我要赚100万、200万、300万，然后我的人生才有意义。如果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在寻找智慧，啊，或者是说过很优美的生活的话，那应该是多多的倾向他，向他学习。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呢，我们常看什么书可能会像什么人吧。好，那因为尤其是更年轻的时代，更年轻的小孩，他们的学术性还在形塑的过程当中。好，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很喜欢张爱玲，啊，写出来的东西就有点像他，那个调啊、形象啊，或者做任何事情就会有点像。我们如果硕士论文做鲁迅，就有点像那个味道。所以我才说小孩子小时候啊，就是比如说二十啷当的时候在念研究所，因为我们现在大学部并不是说一定要写论文，但也有一些课题要写报告跟论文，就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硕士班、博士班，那我们告诉他说，如果你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做久了，会有点像他，对吧？好，比如说喜欢黄春明，好，然后他就很激动哦，对不对？哈，很热爱社会啊，拥抱人生啊，就所以每一个人他喜欢，如果是沈从文呢，有没有看过《编程》呢？对吗？哈，那美极了，那性格就会有点像他。那我们成年人之后吧，其实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大段的阅读时间，我们没有说哇，他是从早到晚都不用上班的，只要读书就好，只要读书写论文就好，所以他的那个吸收跟他影响会很大。那我们就是零星阅读了，如果都读西读的话，就不太会去固定的
被一个人的形象或者是人生观所影响啊。但是如果很喜欢，那就在一段时间里头把他的作品大量的都大概就是做了一定的清理和阅读哈，很喜欢他的风格或很喜欢他的著作的话，那有可能呢，这段时间里头所有的思维，所有做事情的选择就比较像林语堂的风格，那这个其实是有好处的，其实是有好处。刚刚我说，如果你的学位论文或者是你大部分时间关心的是鲁迅的话，你就会比较像他，有人就笑了。那我们也不用太多做解释，就是有一点会心的微笑。因此呢，我们就说，其实呢，奉劝一个年轻的学子，或者是悠闲的时光愿意好好来读一本书的人，不妨就进入到林语堂的世界，他给我们一种闲适的心灵和人生哈。那所以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他的这个生平。他1895年呢10月10号出生。那1895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份哈，所以他是晚清。所以刚刚峰姐说，应该算近代吧，啊，就晚清的时空背景下出生的。那么他是福建漳州人，我应该是在他百岁名旦的时候，受邀回到他的故居呢去访问，然后去做了一场演讲。所以果不其然哈，他常召唤我们。我其实是什么都不信的那种人，但是呢，因为常常呢受到这个就是林语堂的作品的鼓舞哈，跟一些邀请，要不要找个椅子坐？可以吗？请那个工作人员帮忙一下。啊，这边有位置，可以要过来没有关系。你走前面没有关系，比较快一点。那所以呢，不客气。所以呢，这个他的思想或他的生平呢，很可以给我们借鉴或参考。刚刚说了，他在晚清那个非常动荡的时代里头出生。那我是呢，在他百岁名旦的时候，应该是3年多前啊，那接受了邀请呢，到他的故居去访问。这样子就是呢，从桃园机场呢坐飞机到厦门。然后到了厦门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一个老师呢拉了一个白布条说欢迎朱博士，然后拿一束很大大概100朵花。我也是去过厦门，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热情。那事实上他也不是厦门人，他是从福建漳州那边来。然后我说不客气，然后说来我们来照张相，然后记者就啪啪啪啪就这样照相。在机场照完相之后呢，拉着行李拿着布条捧着一大束花呢，一开始一直走过很长的那个停车场，过了停车场又上了车以后呢，坐了大概至少三个小时时间才到漳州。天色已晚啊，因为我想我就一天黑，即使是天黑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想要知道这个我们魂牵梦萦的哈，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做研究的啊，做课题做学问的这个林语堂，他的故居长什么样子？就说到了吗？他说哎，今天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再进去。我说哇。所以那个千里迢迢，前天晚上呢就在那个旅馆休息，第二天再进去，他那个村子叫板仔，板那，一个板子啊，板仔村，哈，那然后呢进去到那个村里面的时候呢，又是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约了一个很早，然后再进去，哈，啊进去以后他有一个，他家里面的那个一个四合院这样哈，那有前面有一条小溪，这个地方啊是他的故居。那另外还有一处呢，是他的祖宅，啊，就是他们就是历代就是住的地方。不过呢，林语堂他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带着太太跟几个孩子住的，就是我那个去的地方，就是一条小溪旁边。那一趟呢，等一下我们会回过头来谈。那一趟旅程结束之后呢，有温州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呢打电话给我说，你就直接呢回那个福建漳州哈。然后我带你坐火车去温州，到我们温州大学。那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太喜欢出远门，然后也很懒得出国的人。然后我又在三推脱之后呢，就被拉去了。那因为他说呢，很近，就是坐火车就到了。结果那个动车大概坐了4个多小时。最厉害的是呢，他从头到尾没有停的，一直跟我说话。然后就到了温州之后呢，然后就去吃饭。然后呢，温州话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语言，它前后左右的方言都不相近，那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那个温州的传统的那个乱弹啊，正在演橘子红了，
那他答应我第二天演讲完，第二天早上呢到雁荡山去看齐军的故居。我说我要赶飞机的，他说没关系，不要紧的。那就上了那个雁荡山之后，大概又花两三个小时，都已经到了山顶了，终于看到齐军的故居，他出生地还有他生活的地方分两个屋子，不是太远，走路可以到。那当然他读书以后就到了杭州，杭州现在已经没有留下齐军的任何的资料了。那我那一趟回来就非常有感而发，我就同学们啊，大家要想想啊，林语堂啊跟齐军啊都是在那个大山里面嘛，就是今天走到一半的路，说明天早上起来哈，我们再继续走哈，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千里迢迢。那么山里面的孩子出来以后到了全世界，林语堂后来到了全世界，他的《京华烟云》的两度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后呢是国际笔会的副主席，那然后呢到很多地方呢去巡回的演讲去宣传。那因为他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那个荣誉博士学位在颁奖的时候呢，当时威斯康星的校长就说了，他说呢，他是一个用，他是一个就是就无任所的，好，也没有那个就是聘书的啊的一个大使，他是用文学跟文化做外交工作的一个大使，我们非常佩服他的国际观啊，所以我们颁荣誉博士学位给他，这样我们也可以认清啊，他是一个很有国际化的人。不过最重要是那个山里面呐，哈，大山的板仔村呐，那山里面出来的小孩，后来可以这样发光发热，可以对世界留下这么多美好的作品啊，那可以文化传播的那个影响力这么大，齐军也不得了啊，他的散文哈，还有他的小说啊，对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影响也很深厚，那种温柔蕴藉的文人的风范，今天好像也不太容易再看到的一个时代的风骨。那因此呢，我们都要从这些人的身上汲取养分，那否则大家今天来坐在这里，所谓何来呢？对不对哈？不是在探讨，或者是在了解一下他的人生而已，是跟我人生有关，一定要跟我有关。我们所有研究人文领域的人是最幸福的一群人，因为他和我们的生命是互相关照的。无论你研究的是这个《红楼梦》啊，或《儒林外史》，或者是这个《楚辞》《诗经》、李白、杜甫等等，他一定是跟我的生命之间呢产生了某种联系，我和他之间有共鸣，或他给我一些启发跟启示，让我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智慧去度过难关。让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是屹立不摇，然后选对的，就是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嘛，有岔路，那我选的是对的事情，然后这一生走过来回过头来觉得说幸运啊，算平顺啊，这样子就其实就已经达到极致了哈。那再回过头来说呢，他在他的这个幼年时光呢哈非常的特殊，因为我在看到他的故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天井，好，那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当然了，那个后来有人住，那因为他来台湾的关系，所以大陆有一段时间是就封锁他的消息，也把他的书当作禁书啊。那事实上不是在这个中共建政之后才把他当作禁书，在更早之前人们就不理解他了，因为在八年抗战时期或者是那个国事日非的时候，晚清以来啊，一直到民国初年这种军阀割据的年代，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们要救国，我们要爱国，自强救中国，大家都觉得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要幽默，我们要闲适，我们要闲这个字是最重要的美德，你怎么听得懂呢？那因为你今天很忙，早上开一个会，下午开一个会，晚上还有饭局，真的是我的写照了。然后就忙得不得了的时候，当林语堂说悠闲啊，是一个最有教养的人应该有的美德的时候，你就觉得说的多好啊！有很多人都说，那这么忙要怎么办？看起来还要很从容。我说对，越忙的时候看起来要越悠闲，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越忙的时候越匆忙了，那事情就一团糟，像一个浆糊一样，就纠缠不清了。所以越忙的时候要让人看起来越闲适，这岂不是也是他带给我们的智慧吗？就是你在早上开一个会，然后开 delay 到中午了，没吃饭，下午还有一个行程要跑，晚上要录影，然后还要赶一个参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看起来整个人就是一个没头苍蝇，然后忙又乱，然后整天都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再十分钟再十分钟，马上到了马上到了，这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
那你不会觉得这个人这个日子过得很没有品质吗？那怎么样才能过得有品质？就即使再忙也是气定神闲，那是中国儒家结合道家的智慧。好，那林语堂呢后来影响了一个作家，就罗兰。罗兰就是罗兰小雨啊，以前有做过那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所以他每一次要录广播节目之前都会先写好，那所以后来就把那个罗兰小雨就七大册都出来，就是短篇短篇的散文。好，那他就受到林语堂的影响，应该也看了一些他的书，所以在写散文然后把它转成广播电台的节目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闲适的生活，优雅的生活。那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你看古代的戏台上，好，大人物都是气定神闲的，譬如说关公，譬如说诸葛亮，他绝对不会很匆忙跑出来说现在几点，好，我们下一个会什么时候，你帮我再问他一下，就准备晚十分钟，我这边忙就好。那就不是诸葛亮，诸葛亮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个孔明是这样子，关公更是啊，他也不可以急急忙出来说敌人在哪里，告诉我敌人在哪里，这样他就是个小人物了，他就不是个大人物，大人物走就迈着方步出来，要不是看上面就看下面，要不是看上面，要不然就看下面。那只有那个丑角哈，我其实很喜欢看丑角，然后我对国光剧团的这些生旦净末丑的丑非常喜爱，常常都跟他们玩在一起打成一片。但是这种属于这种就喜感式的人物或小人物的哈的的角色呢，他们出来的时候把那个佛珠啊绕得这样子转，然后顶个盘子这样转，然后还下腰这样转，或跑龙套的噔噔，然后就下去了这样的。我们想想看，我们要做哪一类型的人，这也都是自我选择的问题。因为他后来到美国去之后，我们都有看过一个新闻嘛，说这个布希总统啊，要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他的幕僚还是拿了这个《生活的艺术》跟《无国无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这两本书呢，就给总统。那总统未必，后来克林顿也看，那可是呢，总统未必呢，看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感想？这是不一定的。可是总统就有感想，他说这个作品啊，那今天是我们研究或了解中国人最好的文献。那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在想，那其他的作家都到哪里去了？其他的作家为什么不好好来谈一谈所谓的这个自己的民族性跟生活呢？哈，包括我们在台湾，对不对？哈。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他后来到美国去之后呢，就做了某种宣扬，因为他住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旁边。我们来套一句当时呢，梁启超就是晚清的时候啊，晚清的时候呢，这个政变呢失败了以后，有一些人将身在逃，其中有一个人呢曾经逃到台湾的这个雾峰林家，就是梁启超，对不对？他是从这个上海的吴淞口呢出航，然后先来台湾，在台中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转到日本，从日本呢就转到了波士顿，从波士顿呢到加州，这样这一条路线。然后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说，从上海，因为他本来不是在上海，他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到上海他眼界为之一开，他没有想到上海当时晚清的上海非常繁荣啊，已经有现代化的影子了。然后呢来到雾峰林家的时候，林家对他很有期待就是了，因为当时的台湾的人受到了压迫，希望能够透过他去喉舌跟发声，那他也给了蛮一些建议的。然后就再到了日本，他说到了东京以后，哦，眼界又一开，本来以为上海已经够了不起了，就没想到到了东京以后眼界又更开。到了东京以后呢，在受朋友的邀请呢，坐了一个船到波士顿，不得了了，看到那个世界哈，就是眼界又一开又一开又一开，这样不断地打开他的新视野跟眼界。但当然是当他到了纽约的时候呢，是到了最高峰的时期。到了纽约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太了不起了。我们大概就是在心里想说，对啊，因为那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非常繁华的地方。但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纽约中央公园这个市中心最贵的地皮，盖了一座公园。所有的人只要不管你有钱没钱，你是富豪或者是你是专门在收垃圾的、送饭、该洗衣服的人、送披萨的人，无论你是谁都可以去的地方。
这种文化多了不起，就很感动。那到了纽约之后呢，他又到了加州，就往西美国西岸走，然后发现中国人呢在这方接待他的时候呢，用的仍然是中国那个宗族家族制度的方式，也就是他不管那美国的法律啊、宪法、现代化什么的，我们有事情的话还是请族长来帮我们解决这样。他说，那你这个到哪里去都差不多，到哪里去都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民族性哈，跟这个思想，他觉得这个很可惜。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当时的美国的这个地皮最贵的地方就是中央公园，那大家去过吗？哈，到纽约一定会去那边走走看看，好大的一个公园。俯跳的话就像一个绿色的翡翠一样，多美！这是他们就是市中心地皮最贵的地方。林语堂呢，当时后来受到这个赛珍珠的邀请去写稿，就住在这个旁边的大楼。这一栋大楼里面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从地下室进来的，啊，他们是送披萨的，送干洗、换洗衣物、倒垃圾，只有他这一户中国人呢是直接搭电梯上去的。因此呢，他在反映出那个中国文化这个面向上写了很多的书。后来除了这个无国无民生活的艺术之外呢，又做了比如说《苏东坡传》啦，哈，谈武则天啦，老子的智慧啦，谈这个晚明的杏林小品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东西都非常的畅销，也非常热销，奠定他在纽约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他30年没有回国。从1935年一直到1965年，这个国际观啊，跟这个社会，因为他还去欧洲啊，去住法国，就这一段时间里头呢，他培养出了他整体而言对于世界的整体观。那这个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等会儿会再细部再琢磨一下。但很有趣的是，他到了美国去之后，他看到美国人的恶习，他说美国人有三大恶习。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讲这个话跟以前讲这个话不太一样。我有一次到北京，应该是前年吧，到北京去开会，然后也是被那个，被一个老师呢，拉去吃饭，死拉活拉他去吃饭，我就把小孩交给别人，我说我等一下再见了，然后就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哎呀，在场有一些奥地利跟瑞士跟法国来的这个学者哈，那你就发现这现在中国人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挺大声的。比如说他在跟我讲说一个构想的计划的时候，然后发现那边在讲话说，你们那边也要听着，你们那边也要听看这个案子怎么样，然后就是这样子，这个态势啊，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好，那怎么样不可想象呢？因为林太乙呢告诉他的爸爸说，我不要在美国读书了，他们都欺负我，他们问我说为什么没有留一个辫子在后面？为什么你的眼睛没有往上掉？你们都把碗戴在头上，你们都用打鼓的棍子吃饭，你们都吃鸟巢是不是？然后就说这个林语堂就非常的气定神闲，告诉他说，别人不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不用生气，因为我们的文化确实比他悠久而绵长，那只要好好的跟他说解释就可以了。于是呢，他就开始写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无国无民。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假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写这样的一个题材，那你会写什么？有人就想说，我写台南小吃吧，对吧？好，那有人会写什么呢？板桥林家花园吧。好，那有人就说，哦，就是那个大稻城啊，那一带，好，开发的这个风光很好，那就把那个历史爬书。还有什么呢？还有可能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这个科学园区或我们什么，因为你们每个人角度应该都不太一样嘛，哈。然后会有人从教育啊，哈，有人从美术美学各种观点，反正题目就是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好，那看你怎么写。那他挺有趣的，他当年出国就决定要写作，可是那个是一个网络不通的年代，还没有网络兴起，所以他必须带一些书，然后货运到美国纽约去。好，那这个就是那个 Johnson 这个公司呢，就跟他签约了，请他来这边专心写作，啊，给他配一个公寓，啊，让他全家人都可以住，然后让他用英文的来写作。这个机缘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赛珍珠，赛珍珠呢，他是一个在从小就在中国长大的人，然后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大地》，大地上大地，
那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哦，原来中国是这样子的。可是他很心虚，他有一次饭局的时候跟林语堂说，我其实那个还是有隔阂啦，对哈，因为这个毕竟不是我们的土地，不是我们的那个同文同种，还是有隔阂。我一直在物色，找一个人怎么样可以用英文写你们的国家跟你们的国民。那林语堂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因为他是外文系毕业的嘛，他是这个圣约翰大学，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所以他这个英文啊的造诣就慢慢开始培养，后来到了这个美国去念书啊，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都是拿这个语言方面的学问，因此他那个年头他很想用英文呢写几部书啊，那有这样好的机会他就去了。去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个女儿是后来继承英国的那个不二人选，就是林太宜，她是英国办的一个读者文摘啊，读者文摘呢中文版的总编辑，坐镇在香港。这是她的女儿后来的生涯。但当年去的时候，不是被人家欺负吗？说你的辫，你怎么后面没有绑一个辫子啊？你们都是把碗戴在头上啊？你们用打鼓的棍子吃饭，你们都吃鸟窝是不是？所以他就很难过，但他其实早先是不愿意去的。这个他说不愿意去的原因是因为他那时候要小五升小六，他说爸爸可不可以晚一年再去，等我小学毕业再去，不然我连小学都没毕业。以后我们常常笑人家说谁只有小学毕业，他连小学都没毕业。那爸爸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啊，这也是对我的观念影响很深的一句话，爸爸说读书在人不在学校。这个确实是震古烁今的一句话，而且他还震古烁今的说了第二句话，说上课是非法的读书时间，下课才是合法的读书时间。上课的时候正在看一部未央歌，在读红楼梦，拿三国演义偷偷出来看，战争与和平包法律夫人，老师就说拿什么东西，那外没收这样的哈。那但是如果下课的话，我其实就不能管我了。可是下课时间短了，就十分钟，然后上课是非法的读书时间。那我更喜欢那一句话，很正面的说，读书在人不在学校，想读书的话，那个怎么拉你都拉不回头，对不对？你就是要去，也就是愿意读书哈。那即使是在今天在科技爆发的时代，我仍然必须苦口婆心的说我有读书好。有时候常常想说，哎，做个什么做个什么，但是除了你要做一点什么之外哈，那个读书还是天底下第一好事。而且呢，长保一颗在就是他说的这个性灵的有灵气的人哈，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和自己生命对话，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会培养气质，就改变你的思想观念跟想法，然后让你变成一个更有智慧更通达的人，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哈？尤其在滚滚浊世当中，大家今天会进来这里，我们就是一股清流。那外面碌碌终生的人，谁关心林语堂是什么？谁管林语堂做什么事情啊？所以这个就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但是林语堂确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滋润的，是有体会。我们再进一步说，读书在人不在学校，硬把女儿就抓去了，对不对？好，那后来呢，就慢慢的循循善诱，比如说这个家长会的时候啦，就是跟女儿讲说，你就写个对联嘛。他说小学生啊，毛笔不好看，不用啊，你们班上根本没有人会写毛笔字。诗书传家久，文章记世长。诗书传家久，文章记世长。记就是记事活佛那个记事，文章记世长。好，那就让他写一部对联，小孩子嘛，写工整就好。然后拿过去以后，让两个美国小孩在一边抓一个，然后他在那边介绍给大家听，大家很感动，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诗书传家啊，这种家训家规，中国人最讲求的就是忠孝仁爱，还有孝顺父母。这一些就让美国人非常震惊了，好，那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很好的教育，就很好很好的教育，所以他后来林太宇的成就很高，林相如的成就也很高，那所以呢，这是父亲的这个思想的开明。我们就提到他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这个面向，我们再多说一点，也是对我个人体会很深的地方。他用一种同心素面相见的方式在看待这个世界，那是在他有了孙子之后，三个女儿吗？然后呢，林太宜生了一儿一女，小小的，那可能忙吧，
可能跟女儿女婿都忙，所以他那个两个小小的就阿公阿妈带。然后在带小孩，在香港那段时间带小孩的时候，林语堂就把他自己翻箱倒柜，找出他自己小 baby 的照片，然后把那两个孙子照片放在一起，然后拿一个镜框把它框在一起，所有的人来了就要让人家看一看，说我们都是小孩，大家就觉得哎，真是返老还童了，真是童心未泯。但是大家也知道，明代有一个大思想家叫李卓吾，他主张就是童心说。所谓的童心说，就是你这个东西看到了以后啊，先别管它是什么，就是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那种初心，哈，去认识它，去理解它，去品尝它，去听，然后感觉。比如说贝多芬很难，对不对？马勒更难。那我们用第一次那种感官去接触它，这个蛋糕很好吃，或者这个辣椒真的很辣，那你就去品味。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辣椒不是辣，是热。这个也说到，因为酸甜苦辣，酸甜苦应该就是舌头这个地方感受的面积不一样哈，会有感受到那个况味。但是辣是一种热，很烫，极度有点轻度灼伤的那种感觉。所以酸甜苦辣不在同一个层次跟平台上，就是说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去谈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在认识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兴起某一些思辨。好，比如说平赏去入，大家听过吗？就是声调，国语声调啊，高高低低，平赏去入。这平呢，又分阴平、阳平，所以有第一声、第二声，啊，都在平。赏呢，就是打勾的那个，啊，对，你好不好？我很好，这样哈。那去呢，是四声，对不对？哈，入呢，入是一种发音方法，不是声调的问题。声调是高高低低啊，比如说你 key 比较高是嗦，这样哈。那所以呢，那个阴平呢，就平平的。比如说平声字，比如说干净的干，不要掉下来，在那个 key 就保持在那上面哈。那如果是二声的话呢，就是从咪到嗦或瑞到发，这样哈，提高。三声呢，咪哆嗦，这样哈，就唱歌一样的。四声呢就下降。所以中国古诗用吟唱的方式，不能够套曲，套了曲子会不相抵消。所以我们常听的流行歌词，好，会听不懂，要看字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你本身的发音方法是高高低低，是唱歌的，是有音调性的，而且我们是用音调变异的。我们常以前就看那个外国学生的教材，说老师，我要吻你。老师回过头说，我要问你，问不是吻的，不是那个，不要上去，要下来，就是调子的高高低低。好，可是入声呢，是收的。这样哈，就是那个比如说骨头的骨，这样哈，就是吐出来又收回去，很快的速度，这样哈。那这是一种发音方法，不是声调的问题。我们在林语堂是一个语言学专家，特别研究这个声韵学，研究很透彻。我自己本人中文系毕业，后来也是看到他的声韵学之后，才更清楚的知道声韵学是什么。当年那个年纪小，只恨就是没有考100分，对不对？所以每天背，他不太知道其所以然。年纪大了以后呢，又有机会可以亲自这样子的一代文人哈，去钻研他的课题，所以慢慢的进入到他的世界。我们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因为呢，我们看到林语堂对小孩子的教养跟教育方式是用一种童心，因为我们常都觉得我们急着要教他什么，那林语堂相反的是，他可以教我什么啊？那我就发现说，他教我的就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很直觉。很好奇，很新鲜，第一次看到那样的感觉哈。那我们大人常常都见多识广，就很麻木，就没有什么很漂亮。你是第一次看到巴黎铁塔，第一次看到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个触动是很深的。那要长保这种童心就不容易，因为很容易就是麻木了啊，就不是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那个给爱丽丝啊，哈。好，少女的祈祷好听，可是垃圾车一直来，我们就忘记了它原先是非常非常甜蜜、非常甜蜜、非常优美的曲子。所以要回到童心。那它回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幕我是最动容的，举一个例子，下过雨的时候，它下过雨，然后天气晴了，那也晚了，它就跟三个女儿说，现在没有下雨了，要有没有谁要跟爸爸出去看一看？那三个女儿当然就说：“好好看什么？”这样拿了一个手电筒，到
院子里面找一个角落，然后把那个手电筒呢打开一照，哇，大家说好美啊，蜘蛛网上面挂了水珠，好，然后一照上去，然后他就说美吧，然后小朋友说这样很美。那因为我们都会把它弄掉，或者是跟小孩说那个蜘蛛不要过去，然后就很脏这样哈，那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林语堂这样的教小孩的方式，就是屡屡都是这个样子，每每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在教小孩，那是一种童心，那是一种与大自然万事万物素面相见。于是他长大以后，他不会觉得蜘蛛网是很丑陋的东西，或甚至于蜘蛛是很可怕的东西，他会慢慢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仔细围观这个世界，也宏观这个世界。那所以他教出来的小孩应该会跟别人的小孩不太一样哈。那他又是个很通达的人，会慢慢辅导他去适应这个社会跟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呢，这个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也希望带给大家，就是有这样的启发，就是我们走到外面去，我们会先入为主。你先入为主，一下子把它打掉了，说这个是脏的啊，这个会很臭，然后呢，这个我就不要看它，这样下意识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万物静观皆自得，是不是啊？四时家性与人同，那个古代的很多的诗人呢，也常常都有这一类的诗词，比如说，漠漠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及无人，纷纷开且落。我想问王维说，那个桂花啊，纷纷开且落，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樱花一样，你们坐在屋子里面写东西，你一直盯着它，它就不会掉下来。然后你在写东西，就觉得它一下掉下来，你再看它一下没动，风吹一吹，然后再泡杯茶，哎，掉下来。因为那种美啊，就很难形容。但是古人也常常形容这一类的优美，就池塘生春草，猿鸟变鸣禽，常常形容。我觉得这个就是心境的问题，就你会觉得这个大自然，池塘生春草，在池塘旁边啊，说春天来了，春天在哪里？你看小池塘旁边冒出一些青绿的草来了，这个谢灵运嘛，你看他就是会发现这一些，他发现这些就很美。那林语堂是更进一步把这个东西带给了他的小孩，因为你看王维，看孟浩然，看杜甫、李白，看这个谢灵运、谢眺，他还是写他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美感。可是呢，林语堂是进一步的把这些美感传给了下一代，传给他的孩子们，所以他的孩子们的气质啊，或者这个世界的关照跟观感特别丰富，特别与众不同。如果连蜘蛛网都会说美吧，这样哈，灯一照就说美吧，就好，很兴奋、很激动。那其实他的这个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呢，他的赤子之心就是保存得非常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大家互相期许，就回过头来永葆一颗赤子之心。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无论他做到多大的官，然后呢，或者是他年纪有多大，无论他是男性或女性。他的身体或生命里面永远躲着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一方面呢希望人家呢给他温情的照顾抚慰，另外一方面呢也充满好奇，只是年纪越大或者是呢位阶越高，他就越不好把这一面拿出来，别人会说你幼稚啊，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啊，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啊，对不对？好，所以就不愿意拿出来。但是这个面相呢会使我们保持一颗新鲜的心，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有兴趣跟喜爱，好，那个是一个正向的能量。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带给大家。他会看到一个蜘蛛网，然后说很美，那岂不是非常正向了吗？还有什么比这个很不正面的事情呢？所以，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是充满了乐观的。那我回过头来，刚刚不是提到一件事吗？说如果你常常阅读一个人的作品，就会有点像他。包括电影在内，喜欢黑泽明，喜欢阿莫多瓦，喜欢这个侯孝贤，哈，李安，你多看他的东西之后，就有一点调调啊，哈，生命情调啊，哈，思维模式啊，就有点像他。这样子的话，选择林语堂是不会有错的，对吗？哈，选择他的东西，常常去阅读他的东西，感觉上他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哈，看事情呢有一套。他是一个思想家，简单说，但是他会把他的思想化为一个很容易亲近的课题来接近大家，不是写那种高调的论文让你看不懂的。所以多多接近这样，或者今天这样的演讲对你有一点点启发，就是说喜欢谁会有点像他的话，你就选择你喜欢的宫崎骏也好啊，对不对？村上春树也好，
那选择你很喜欢的人，开始去展开和他的相亲之旅，对吧？开始慢慢的一本一本的看他的东西，慢慢耳濡目染，就会有一点和他的气质或者神韵有点相似哈。这个也都是自我学习的过程。那我们看呢，他在这个板仔村呢的生活情境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本名叫林和乐，和和乐乐的这样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改名叫林语堂的呢？他是在念大学之后，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林玉堂，写作以后呢，进一步改成林语堂。那你想想看，他父亲给儿子取名叫林和乐，就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通常对一个小孩子取名字是对他的期许，特别不是在那种是名门望族或世家大族要排字辈的，那就扣掉一个字了，对不对？那字是不能，中间那个字是大家要，或第三个字是要排字辈的，那就比较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期许，你只不过是我们大家族的传承香烟的一个环节而已，等你大了以后你再还要再传下去，你只不过是这样的使命。但是呢，这个窄门浅户一个小小的山里面的人家哈，他就不带有那样子的那种大家族的使命，所以他可以做他自己。然后因此父亲就给他取名林和乐。那非常有趣的是，他上了大一之后，他的弟弟要进来，他上完大一就要升大二，他的弟弟要进来读书，就写信了说，哥哥我几月几号到。好，那我对上大学非常紧张，我很担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处理得好，你能不能先给我一点忠告。那这个林语堂呢，作为一个哥哥就告诉他这个最小的弟弟，因为他跟他弟弟已经是家里面最小的两个了。好，然后跟他这个最小弟弟讲说，你记得到上海来以后哈，不要一天到晚就把咧着嘴笑，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不是这样子，哈就这样笑，哈就这样笑，什么事情啊就笑了，不要一直笑，不要把嘴巴裂开来笑，他们城市里的人哈都不这样做。你看，所以反映出他家庭里面的和乐状态，嘻嘻哈哈的，开开心心的，很甜蜜，做什么事情就嘻嘻笑。我讲一个例子，大家会觉得非常的错愕吧，因为这个朱自清啊写《背影》，朱自清呢是一个名门之后，那然后呢他在考上了这个北大哲学系，也就相当于当时中了进士，对不对？哈，那扬州那个家里面就放鞭炮啊，然后那个从小这个就是定亲的那个媳妇儿就该娶进门了，19岁了嘛，好，然后就把他娶进门。娶进门之后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内幕哈。所以我们都知道背影，对不对？哈，就朱自清呢，他跟他父亲到了那个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然后父亲要留在南京谋事，然后他要继续北上到北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把那个紫毛大衣呢披在那个椅背上坐下，他父亲就说要买橘子，好，然后就看到他呢穿着这个黑布长褂，然后灰色的黑布长袍，然后灰色的马褂，戴一个瓜皮小帽，身体穿得比较厚，比较臃肿。下这边的月台的时候呢，还不太吃力。然后爬上那边月台的时候啊，就先把手往上攀，然后这个脚啊再扛上去，想办法这边扛上去。说那个整个看起来非常蛮憨，哈。那但是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这个是在他中年以后写的一篇散文。那当时呢，因为他的父亲呢到这个外地去做官，外地去做官，大概两三年之后呢，报了一件新闻出来，说是家里面的大老婆跟小老婆都不知道，老爷在外面呢已经娶了两个，生了三个，不日就要回来，大家就说还得了这样哈，讲又讲一声，但是大老婆还算温婉，就是不说话，跟那小这个大的姨太太啊哈，就先冲到那个城里面去找他那两个小的算账，闹得一个满城风雨之后呢，那两个小的呢就要被林语堂的父亲呢遣送，这个朱自清的父亲朱红军呢就遣送回娘家，那他两个好像不愿意吧，然后每天闹啊，记者狗仔队啊就在那边问哈，问到最后啊，那个记者这个每天的头版头条这样连环报之后呢，他父亲差事就丢了。好像你什么局的局长这样，父亲差事就丢了，所以没有了钱之后，那个家里面家道艰辛，大老婆后来忧患过世，朱红军的母亲就是朱自清的奶奶过世，所以他是从北大赶回来奔丧，然后看到家业萧条，家里面客厅挂的几幅郑板桥的真迹全部拆下来拿去卖了，然后父亲还去借了高利贷给奶奶，
在这个办丧事哈，他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以后，一个说去南京找找事，一个要继续北上去念大学。对，那你说他那个后来考上大学结婚的太太，哈，竟然变成了一个替罪羔羊，因为呢是扬州当地一个名医的女儿，独生女哈，然后就是两家门当户对说要嫁给他，然后对这个女孩就爱笑。因为朱自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笑的历史》，笑的历史就是讲他太太，他太太动不动就笑，动不动就笑，这样讲一个什么东西笑点很低，然后这样讲一个什么东西就笑出来，讲一个什么就笑出来，他的公公婆婆就骂他，笑什么笑，我们家就是被你笑到都败了，然后所以他就要笑不笑很难看那个样子，然后那个就曾经很尴尬，快要笑出来又要压抑，后来就变成一种很怪的脸。那其实这个都是那个大家庭封建传统的那个很不正常的哈伦理关系。更可怕的是呢，你都是被你笑到就败了，然后就把他呢遣回娘家，一生了两个，还送回娘家，多难看啊，对吧？朱自清后来毕业以后，去把他接到北京去住，还随写了这个笑的历史。所以笑这件事情好像中国人的痛一样，不太能够多笑。林和乐啊。本来在家里面和和乐乐，可是他给弟弟的一封信竟然跟他说，你记得到上海来又不要笑，不要笑，保持神秘感，不然的话他们呢就是看不起我们这种乡下人，动不动哈哈哈的就这样笑，然后笑点又很低，又不知道在笑什么，这样他就用很奇怪的 眼睛看我们。所以这个社会的风俗就不轻松啊，很不愉快，我觉得这也很不好玩。那不过呢，这个上大学这件事情也可以再琢磨一下，因为他这个家族我去过了，不是在那个山里面的一个大山里面的孩子吗？哈，那这个家里面的情况就是呢，不晓得从晚清的哪个时候开始，有了那个外国的传教士呢，到这个山福建的山里面来传教了，所以林语堂的奶奶就开始变得笃信这个基督教。好，那他的爸爸呢？他的爷爷林语堂的爷爷呢，哈，本来是挑扁担，他们有给家族的小孩看过，这个地方有块厚厚的皮，哈，就是中年挑扁担挑出来的。奶奶就笃信基督教，竟然就让这个林语堂的爸爸呢做了牧师，哈，这个乡村里面的牧师，所以他们就用木头盖了一个小教堂，然后他父亲就是这个村子里面的牧师。那可以想象这种家庭是很快乐，气氛跟就一般传统中国家庭不太一样，那也就是为什么因此给小孩取名叫林和乐。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做梦的指数非常高，高到超过我们一般想象，也许我可以这样说，就我觉得年轻人都是比较现实的，你现在在大学讲堂上问他们说将来要做什么，都会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那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做梦呢？可能四五十岁以后，有房子有车子，孩子也蛮大了哈，然后开始有点自己的梦想，说去学画画，然后骑单车环岛，然后呢我要去环游世界，我要做什么事，然后跳拉丁舞还是做什么事情，就开始很不切实际，对不对？然后还有人在谈恋爱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中老年人才是浪漫的开始，年轻人呢他很怕他将来没有出路，怕现在22K， 怕找不到工作，怕很多事情，所以他其实都非常实际。但是林语堂的父亲呢，是我大概所有阅读的这个资料里面看到最浪漫，就是最爱做梦的一个人。家里面是没有钱的，我们常常都是说要做什么事情是要依靠这个就是你有多少实力做多少事，我们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想，对不对？好，比如说这个我有100块钱，那我就会想100块钱可以买一点什么给他，对吧？好，买一点，或者是呢买一点什么东西给大家，然后刚好分完，这是一种一般的想法。那比较爱做梦的人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去先预支成1000块来分给大家，这样就差不多了。林语堂的父亲他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但是他竟然告诉林语堂说，我跟你讲，我看过那个杂志上面说，这个世界上有几所非常伟大的大学，一个是什么牛津剑桥，另外一个叫哈佛，还有一个叫什么，这样子哈，所以从小就灌输，然后就说你非这些学校不读，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又不是上海的、北京的名流，对不对哈？爸爸已经帮你准备好了500万了，然后呢，等到你一毕业就送你出国，又不是这样的小孩，是在那个很山里面，我就是周遭我两天才到他家的那个山里面的一个牧师，然后自己盖房子，弄一个教堂出来，然后为这些贫苦的山里面、山野里面的老百姓在讲道。同时也带一点学问，比如说学点英文啊，学点汉字啊，这样子的一个牧师，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说，他非常的很能做梦。那我觉得那个做梦这件事情很好，也顺便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梦想。前不久和金门大学的通识中心的主任聊天，那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哈，他的年纪应该比我大一些，那届龄要退休，前前后后这样子。那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年金的问题也不敢退，那他就有点彷徨。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教育体制啊，教育，对，现在的教育，还有呢现在的那个医疗，还有健康，还有寿命啊，都跟以前不能同日而语。所以以前人的一段人生啊，比如说韩愈啊、柳宗元不40几岁就死掉了，然后也活不长，那说人生70古来稀，现在人生70才开始吧。那所以他就说，本来我以前想法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早了，好，也许他60开外就可以退休了，好，那退休以后呢，他要再去念一个什么心理学、什么教育学这样子哈，展开自己的另外一段人生。言下之意就是，现在的人应该就有2段以上的人生。就大概你看50、60的时候，那孩子差不多也长大，他自己要上大学，不在家了。好，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展开我自己一段生涯？我就把我也工作20-30年了，好，可以挥挥衣袖，带走一片云彩，把它交给下一代吧。我去那个佳琪女中演讲的时候，这个佳琪的国文老师啊，他非常资深，他带上面这些年轻人很热情，但是他仍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说你在这里多久了？他说22年了，其实也快要，也过几年哈，准备要退休，也要退也可以退了。主要的还是因为呢，这个我们自己回想一下，这20年后跟20年前啊，那个热情还是有差啊。所以这个社会需要年轻人，这个社会需要年轻人，这个我同意。那我说你这样想法真的非常健康，因为到时候其实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对不对？好，那。你退了以后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也是给别人一个机会。好，那我自己就可以去做我要做的事情啊，我要去法国，我要去巴黎，我要去意大利，然后我要去学画，我要去健走，我要做的事情。那你又有一个年轻人可以进来这边哈，很热情，就不会是每天那个老牛拖车这样哈，今天要去看到那些小孩了，对不对哈？那就不一样。所以这种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想法可以这样再更超越、更超脱一些。可能就像那个金门大学的主任说的，这个人生啊，因为这个就是健保啊，哈，然后那个教育啊，还有我们的医疗啊，还有我们的卫生条件啊，还有以使我们的寿命比较长，然后我们好好的保养自己，还要好好的那个照顾自己的家庭跟生活，其实都可以长期比较有序的发展跟经营。那这样子的话，也许在50-60岁那时候，你提早想说，哎，先告一个段落，然后我要开启我另外一段人生，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那这样子面对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乐观的，也是积极的，也是进取的。其实也是林语堂的一直以来的信念跟追求。我们刚刚说到他呢，他的父亲对他的期许说啊，我就是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叫哈佛大学，还有牛津，还有剑桥，还有普林斯顿啊，你要记得哈，就给我们多多少少都给小孩洗脑跟灌输，对不对？好，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种父母亲在山里面的哈，然后灌输这样子的那种，我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大家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从你们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梦想这件事情很好。因为我如果不做梦的话，我就一直啊在这个泥潭里面打滚。我如果做一个梦的话，我就跳出来了，然后我就会往前进。那你说没达到没关系，也许我的本来的梦想是到哈佛，后来就是哥伦比亚，好，或者是那个加州斯坦福这样的，那也没关系啊。你没有达一流，就是打个折扣也在这里，对不对？好，本来是在那里，打个折扣也在这里也很好。就怕你都不做梦。不做梦就在这里，永远在这里。
我想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所以我们要勇敢做梦。他爸爸就是一个太勇敢做梦的人，然后后来他果然就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你说为什么不是哈佛、牛津、剑桥呢？哈，因为真的还是这个经费短缺的问题。那你想看他父亲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呢？孩子大了，前面三个男孩呢，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卖了，然后让他到上海去读书。从他这边呢，从他们家乡那门口的那一条溪啊，这样子一路到上海呢，开了好几天的这个船程吧，哈，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到了他这个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钱了，口袋摸摸绝对都掏不出钱，可以卖的东西都卖了。于是他就想办法跟人家借，村子里面怎么会还有人可以借钱给他呢？对不对？哈，你觉得那个村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哈，所以就借不到钱。那就是在愁苦的时候，突然想起有一个人曾经他帮过他一个忙，但他住得非常远。他想到了以后，他想说也是一个机会，所以第二天一大早起，一大清早长途这个跋涉到那个人家里面去问他借100块大洋，那个人就借他了。因为曾经有这个牧师曾经有帮过他，可能是救命之恩吧，帮过他一个大忙。他突然想起就问问看，所以一起心动念就去借了。借这100块大洋，就给了这个林语堂呢，去上海叫做圣约翰 Saint John 啊，这个大学后来在台湾复校，本来叫新埔工专，然后又改，现在改回了回复这个圣约翰大学了。那我到了上海去看到圣约翰大学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很老牌的学校。无论他在台湾怎么样，他在大陆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学校，进到那个学校，你仿佛出国了。那大学生的运动，现在划那种德国外国人的那种船独木舟，那打网球，那就是全英语授课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就让他忘记了外面是在打仗，烽烟四起的，这个民不聊生的，是军阀每天互相混战的世界。他在那个地方读了4年的书，后来就出国嘛，顺势就这样就出国，所以。这个你说他的梦想曾经打折扣，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值得的。这个梦还是要做，就怕我们不做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点年纪了，然后接下来要看他们小孩子的，所以呢，我们就自己就停滞了。但事实上，每个人都要做梦，不仅是梦在孩子身上，还梦在自己身上，给自己期许一个未来，下一个阶段的人生从什么时候？估计生涯规划从什么时候时间点开始，让自己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就算是一个月读一本书，一个礼拜看一场电影，然后呢一年去哪里旅游，今年到哪里，明年到哪里，插个小国旗这样哈，也是对自己的某种这个开拓期许跟一种交代嘛哈。所以做梦很美，这个也是我从他们这个家族的身上学到的。后来林语堂娶了廖翠凤，廖翠凤这个家族是绝不做梦，每天就是在算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你明明已经数过了，第二天打开再重数一遍，看看有没有错，然后再打开重数一遍，他是非常实际，绝不做梦的。所以这两个家族的结合呢，南辕北辙，也非常有趣。那他们的婚姻呢，是也是建筑在这个林语堂的某种很特殊的思维上才结婚的。话说他现在就在那个圣约翰大学那样优美的情境里面，然后第一年呢念的是宗教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是牧师，那从小就在那种环境耳濡目染，就选了宗教系。那么第二年开始以后呢，他变成了一个异教徒，因为他没有，你这个没有实证的话，对一个年轻人，才20出头的年轻人而言呢，他是没有办法认准的。老师呢在课堂上说。这个我们都是信奉上帝，好，那但是你如果没有拿出一个具体实证的话，我没有办法相信。他说你这个不用拿出实证，你只要信他就会得永生。然后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就脱离了。年轻的那个时代啊，年轻人的那个时代，都会对于这种没有办法实证的东西产生质疑，对不对？哈，那个思辨能力出来了之后，就不像以前了，吃饭祷告，然后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家一起念圣经。那到了某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走出了异教徒的这个阶段，然后到晚年的时候他又回来，这个他写了这样的一个信仰之旅，写得相当好。
有本书叫《信仰之旅》，他写下他一生的历程，等会我们慢慢来谈。他现在呢，大一毕业，他大一结束之后就转了外文系，可是他爱上了他同学的妹妹陈景端。陈景端呢，在上海圣玛丽大学读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圣玛丽大学是一对名校。那陈景端呢，又是这个念美术系的高材生，也是校花。所以呢他就去追求他，那后来当然没有成。那我们就在想说他为什么没有成，看了一些资料，我也跟上海同济大学还有北京大学的这个王兆胜老师，他们都是研究林语堂的专家，讨论过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我认为当年这个他到陈景端家去拜访，陈景端家住在鼓浪屿，鼓浪屿是一个富豪的村子吧，对哈，大家有去过厦门吗？那个厦门外海有一个很近的岛，肉眼就看到非常大，大概坐船一下就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岛。那个岛呢是一个就是很富贵的，有一些有钱人都住在那个岛上。现在去还可以看到钢琴博物馆，对不对？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钢琴哦，就是这个角落有个三角形的钢琴，那个角落有个梯形的钢琴，然后有烛台的，有雕花的，各式各样，就反映出了以前。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住在这个岛上的人呢，他们的家庭生活多优美，多欧化。然后他从这个厦门，然后出海到鼓浪屿去见了陈景端的父亲。这个陈景端的父亲啊，是一个孙文的追求孙中山的这个三民主义的这个信徒。然后他呢海外有很多生意，然后所以捐钱给孙中山。他就看到林语堂的时候就问他说念什么系啊，他说呢念这个外文系。他就本来不是念宗教系吗？他说我现在不信了，所以就念外文系，讲得很清楚。但你知道海外这些华侨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很多，包括国父在内。那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倒不是说他就穷到什么地步，我不能把女儿嫁给你，你多赔一点嫁妆就可以。这个在当时那种有理想的这种商人阶层，他不至于很愚昧到说要找一个很有钱的人家才把女儿嫁出去。他大概就是慢慢挑，物色一下，这有理想有抱负，不然他怎么会作为孙文的信徒呢？所以因此依我的判断，我认为他就是嫌他是一个异教徒，所以没有把女儿嫁给他。可是陈景端后来就没有结婚，蹉跎很晚，那到了很老了，大概三十几岁了，然后就比较随便哈，就嫁了一个人到美国去了。可是林语堂呢，回来以后呢，痛哭流涕，他是抱着他母亲痛哭流涕，因为他问他说：“贤侄啊，读什么科系啊？”他说：“外文系啊。”然后他父亲沉吟了一下，因为觉得他是个异教徒，所以就说：“哦，这样很好，优秀青年才俊，我跟你做个媒哈。我隔壁啊，那个廖月发啊。”他女儿哦很棒，这样哈就把他介绍过去。那因为这就表示说老人家不喜欢他，反正就用很这个委婉的方式拒绝了他，所以就说我隔壁那个哈可以。那隔壁那个他就真的去讲哦，真的去讲了以后呢，这个廖家跟陈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家庭。廖家呢，男人坐下来吃饭，吃完饭了又走掉，女人才可以吃饭。然后男人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女人插嘴的余地。那廖月发的满眼都是这个东西，对啊，就是这就只有每天眼睛睁开就只有看到钱。那他家里面还嫌女儿太多，就赶快把他们嫁出去。廖翠凤呢最想要出去，他就是厌恶这个家庭，想要离开这个家庭。所以人家跟他说，林语堂啊，那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哈，在北京清华大学教书哈，教英文。那个你愿不愿意嫁给他？没有钱哦，哈。那廖翠峰他们都是讲这个闽南话，他说没钱不要紧，那就这样很豪迈啊，没钱不要紧，就这个婚事就谈成。我觉得这边有一些细节可以慢慢咀嚼跟体会。第一个是呢，林语堂当天晚上回去呢，抱着他母亲哭，这件事非常好。一般男孩子的失恋哈，会跟他母亲说的应该很少，或者是说一方面就说哎，可能他不想让父母亲担心吧，也有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好像是他是男孩子，他就不方便跟家里面父亲或母亲说，反映的就是呢亲子之间的隔阂。其实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有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也隐瞒，也没有说，对不对？好，那就慢慢就产生了这种亲子之间隔阂。那他这么大了，然后他还会回去就在那里哭，哭了一个晚上，他妈妈也抱他哭，因为他妈妈也没办法，他妈妈总不能划着小船到鼓浪屿去跟人家讲说，那女儿嫁给我们吧，你不可能啊。所以他妈妈就抱着他哭，这是最美的一个结局了。那表示他们家的亲子关系是零距离的，多好！这个好就好在他随时可以投入母亲的怀抱，他当然也可以随时投入父亲的怀抱。已经上大学了，嗯，而且在那个年代，现在的小孩有那种心智年龄下降的趋势哈，就另当别论。那个年代啊，哈，对啊，胡适他们、徐志摩他们30几岁做校长了，当院长、当校长，那个年代。他还可以回家告诉父母亲这些这样子这种琐碎的或者他非常的私人隐私的事情，这已经我非常欣赏的。我们如果还来得及挽回的话，今天回去都跟你的孩子多亲近一下，多给他一些时间听他说话。这个我昨天有个演讲谈金庸哈，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哦，昨天好像忘了说那个，今天在这里说。金庸的儿子19岁那一年自杀，说是跟女朋友电话吵架，然后呢他就来找父亲，父亲跟他说你先不要来烦我，我要写稿，这样子就一失足成千古恨，永远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伤痛，孩子在房间里面上吊自杀。那他说我若当时把门打开，然后跟他说今天就不交稿了，然后开天窗了，你有什么话我听你说，他永远都在这种痛苦跟悔恨当中。其实早几年这个记者都不敢问这个问题，那后来他学佛，他放开，他自己先讲，他自己先讲说他有多痛多痛啊，然后因为修佛了以后，他才慢慢的慢慢的可以面对或接受这件事情。可是他必须仍然必须说，那天晚上他跟他说哦，我现在没有空，我要写稿，我要写稿。那他稿预备压力就很大，他的那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个其实一直从书间酬禄写到鹿鼎记啊，哈，他就是不断连载，不断连载，压力很大，而且明报还要写社论。那所以呢，确实就是因为这个亲子的关系，还有一个大人物是宫崎骏，画这个日本动画宫崎骏，他跟他儿子也不说话的。你想说他画动画哎，他做那个很甜美那种少男少女的那种卡通，他的亲子关系相当恶劣，日本人都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如果有今天听了这场演讲，我觉得我们都回去和自己的孩子多亲近多接触，然后多问一下，多听听他说话。这个你看林语堂的母亲竟然这个大儿子都比自己还高了，然后还可以抱着他当晚这样痛哭，所以他第二天就好了。然后就说过几天他就说那就决定跟廖翠凤结婚，但是这种决定也未免有点太快了，所以他就拖了，他答应之后就拖了，啊，一直拖到他要去美国的时候，廖翠凤就急了，大概2年吧，廖翠凤就急了，就说那个就请人去问说怎么还不来办这个婚事。那廖月发也说，如果你是要出国的话，最好把我女儿一起带去了，我可以给你几百块钱大洋，嗯，所以就这样子就把这婚事定了。这个他的这一生的婚姻啊，对他而言非常重要，对于中国文化跟现代文学史上也非常重要。因为你想想看，鲁迅他的母亲帮他娶了一房媳妇在家里，他都不回去，鲁迅到日本去留学，然后就说母病危，每次都来这一套，对不对？你再不回来结婚就说母病危，那他就只好回来。他已经把头发剪成西装头了，可是那个港口都有卖辫子，一条10块钱，接上去，然后一戴，然后再回家，大家都这样，所以才有生意啊，才卖那个辫子一条10块钱啊。因为那新时代的青年都把头发剪了出国去嘛。可是你回家的时候，母亲就会说家门不幸啊，我儿不孝。当年啊，这个200多年前啊，清朝清兵入关的时候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大家是在很屈辱的情况下把这个辫子留成这样子的。200多年后啊，这个辫子变成习惯了，好，不仅不抗争，反而要维护它。所以呢，鲁迅就好像就也是很屈辱，然后就戴那个辫子，然后把那个帽子遮住，然后就回家，就成了一个亲，就再也不回去。后来打仗的时候，大家都住在上海。
他这个夫人叫朱安，安全的安哈，帮他做的衣服，他把他从窗户丢出去，然后给他吃的东西，把他从窗户丢出去。他有一个学生啊，在课堂上听他讲课，徐广平，啊，他跟徐广平住在一起，他只爱徐广平。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徐志摩，啊，徐志摩呢，早先呢有林徽因，后来呢又有陆小曼，对不对？哈，胡适的话应该是这个十个手指头，但是不够。因为不够，因为他不断的有人考古，一直冒出来，又表妹，又小护士的，又美国的知音的，然后跟大陆的知音的这样子。那他的这个太太呢，那个江冬秀，哈，那个就是后来就是因为他们这有时候结婚还会年纪大一点，就是说民间啊，地方上相亲说那个太太比这个先生要大一点。对，那这样子的话就显得老了，然后还在家里面成天抹麻将，大字也不是一个。然后先生是这个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样。那所以呢，就产生巨大的这个鸿沟。但是林语堂呢，从没有这些花边新闻，从来没有这些花边新闻。他的决定也，如果你觉得他的决定有点草率，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想这个问题。那哭了一个晚上吗？而且陈景端也还没有要嫁人。搞不好陈景端也抱着某种期待，就是说他有可能闹个革命或什么。可陈景端后来很晚很晚才结婚，结得也不太如意这样子。那但是呢，林语堂后来就决定，他我觉得他的母亲给他最大的抚慰，就是即使你再难过哈，我作为一个乡下母亲，我也没有办法这个多怎么样照顾你，但是你可以回到我的怀抱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看是那个1984，我在看乔治·欧威尔的小说，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的小说。这个小说里面呢，写到男主人翁啊，他小的时候因为饥饿，抢了那个在襁褓中的妹妹的一个巧克力，然后捏着融化在手中就跑掉了。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共产主义制度就配给，可是巧克力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配给了。今天终于配给下来之后，他就把他自己的吃掉，他觉得母亲的妹妹的也是他的，母亲就给他啊。可是妹妹还小，还抓在手中，连巧克力是什么不知道，他恶狠狠的一把抓了以后就跑了。然后他说他回头看到妈妈，他冲出房门，回头看到妈妈把那个嚎啕大哭的那个小妹妹，哈，因为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东西被人家抢了嘛，嚎啕大哭的小妹妹用力压在自己的胸前。他说爱是什么？哦，我那一刻体会到爱是什么？爱就是你再也没有任何东西给他了，你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抚慰他跟保护他了，你只能够再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给他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你最这个坚实的双手把他抱在你的胸膛前，那就是爱。他深深体会到，那这个后来往后多少年之后，他母亲跟妹妹都死掉，很早就不在了。他回过头来就一直不断的做梦，一直梦见那一刻，想到那一刻。这一幕我也很动容，我觉得那个他说的对，爱就是在你再也没有东西可以给孩子的时候，你紧紧地抱着他，紧紧把他压得靠近你自己的胸口心房这样子啊，那就是爱。所以呢，我就觉得林语堂的母亲和他一起哭这件事情意义非凡，使他呢在健康的岁月中成长，不要造成遗憾，不要造成像金庸那样的遗憾。好，那所以呢，他后来他就决定要娶廖翠凤，可是想一想又拖了两年，廖翠凤来催，好，廖翠凤一催啊，他就岳父说要给他钱让他出国去留学，于是他们俩就结婚了。有趣的是结婚第二天啊，当天晚上呢，或第二天吧哈，他就对廖翠凤说啊，这个结婚证书啊，我把它撕掉好不好？啊，你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结婚证书是用来离婚，是离婚的时候用的，我们不需要。啊，廖翠凤说啊，有道理啊，我就一起把它撕掉。这个观念也非常有趣，就我们不需要，那结婚证书是将来要注销用的嘛。你要离婚，那你有结过婚吗？你要证明一下你有结婚，你要把那些相关的户口名簿啊，哈，结婚证书啊，哈，啊，身份证啊拿来，我帮你注销。我们不需要注销，所以这张不用。廖秀峰就说，很有道理，把撕掉，然后我们就把它撕掉了。所以呢，这一生啊，哈，果然是这个啊，就长长久久哈，白头偕老。那一直到晚年的时候，在香港啊，在林太乙夫妇跟孙子的身旁的时候。
人家家乡传来一个消息说景端仪回来了，陈景端啊跟她的丈夫啊从美国回来了，不是隔得很近吗？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厦门，或者是漳州那里而已。然后她那时候年纪大了，可能在编那个汉英词典的时候有一度小中风，她坐在轮椅上的时候80几岁了，她还说他们都讲闽南话，因为他们漳州人，她说我要去看她，我要去看她。廖翠峰就说站起来啊，站起来啊，去啊去啊，站起来啊，这样子。可见的那个林太宇说的对，他们家没有什么秘密的，连廖翠峰都知道有陈景端这个人，这种健康自然的这样的心胸不隐蔽的，这个就也没有什么受伤这回事，对不对？好，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过往，谁没有过去呢？对不对？好，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去，他也知道林语堂刻骨铭心曾经爱过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个世界是属于艺术家的，因为陈景端是美术系的，这个世界是属于艺术家的，也因为这个世界有了艺术家，所以才有颜色、声音和光彩。我们一般的平凡人只剩下柴米油盐啊，他给我们颜色、声音跟光彩，说的也对。那当时真的爱他的时候，仰慕他的时候，羡慕他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了他对于这个女子的那个欣赏啊、爱恋啊等等。那陈景端也知道，这个廖翠凤也知道这个事情，还跟他说：“好，站起来，站起来，我鼓励你去看他，你可以先站起来再说。”这样子。那所以林太宇他就在这个林家次女啊。这个书里面写到说我们家没有秘密，大家也都知道我父亲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人，连我母亲都很清楚都知道，这个也很好，这个家风啊很健康很自然哈。那这种接受其实要靠廖翠凤的智慧吧，好，就是那我觉得那智慧来自于自信，那种自信就是说他是我的，好，在这辈子都跟我在一起，他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所以他们结婚金婚的时候，金婚是几年？50啊，他金婚的那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他就一个老夫老妻抱着他吻他一下，那然后呢送给他一个像胸针吧，上面有刻字的，那当然就是小东西，但是呢表示这个情比金坚啊，好，就是给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吻，这个表示呢这个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走来始终如一哈，这也就是非常难得，因为在五四那一代的文人呐，刚我不是说。那个民国时期的男神们，哪一个不是一大堆风流账？那林语堂一开始就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撕掉好不好？对啊，因为不需要再去户口那边拿这个东西来注销，因为这张纸真的他没有其他的用途，他不用拿出来去跟人家证明什么，只有到那个要离婚的时候去户政事务所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所以这张不需要了，我们就撕掉吧。啊，那他表示他的那个坚定。跟他的信念跟他的信心，这个我觉得非常特殊。那么廖翠凤是一个很务实很实际的女人，所以呢和林语堂之间的关系就是处在一种互补的状态。那譬如说呢她会关心这个日常生活所有的琐碎的事情，但林语堂从不管那些琐碎的事情，好，所以他们就可以呈现出这样子一种很甜蜜的互补的状态。就包括她在法国坎城那段时间写祈祷啊，写这个《京华烟云》啊，写这几部书的时候，每天写作，廖翠凤都有办法了。到法国的市场上去买了材料回来啊，又做那个什么糖醋鱼啊、卤猪脚啊这些中国的菜啊。那所以呢，他们的生活是互相配合的很好，算相得益彰。还有一件事情，既然廖月发答应给林语堂钱，让他带着女儿一起出国的话，那女儿也是留洋的啊，所以呢。他就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读了上海圣玛丽大学之后又陪着林语堂到国外去读过书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见识的，也见过世面了，也理解过一些外面的周遭的环境和现象，所以呢即使他比较认定的就是说很安稳的稳扎稳打的在自己的这个家园里面去经营的话，他外面世界德国他也去过，法国他也去过，那么早年的时候美国他也待过一段时间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林语堂在出国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坐在船上的时候，他们两夫妻就在船舱里面不出来，人家就说了小夫妻嘛，新婚燕尔的当然喽哈。然后殊不知呢，那两个人在里面都苦死了，因为廖翠凤一上船就突然发现得盲肠炎，
然后痛得不得了，然后林语堂都出来拿点东西就回船上去了。他说啊，你们也帮帮忙，明天人家没有结过婚，这样哈，干嘛都那新娘子也不见人也不出来，然后你们两个躲在里面，有必要这样吗？这样，然后林语堂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又不敢讲说他太太生病了。好不容易熬到船到了美国，下了船赶快就去挂号看医生，那因为很贵。很贵，所以他就干脆风后来回忆说，林语堂那一阵子，他住院那一阵，他每天就吃 一碗那个麦片粥，老人牌的麦片粥，每天就吃一碗那个麦片粥，然后把岳父给的钱就花了，就差不多光了。因为看他没有想到在美国看病这么贵，割一个盲肠这么贵，然后他还跟他老婆，他们两个还私底下窃窃私语，因为讲中文哈，医生也看听不懂，他就说你觉得他会不会在研究你？他研究什么？他说研究中国人，因为他可能以为我们的器官跟他们器官不一样，所以他弄了这么久，花这么多钱，很怀疑人家这样子哈。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多钱？而且割个盲肠好久才出来这样，那他们就觉得说，对，他可能在研究我的器官跟美国人器官不一样。总而言之，钱就花个大光了。那因为他是毕业以后，在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教这个英文，然后呢受到胡适的赏识呢，又到了北大去教书。在北大教英文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自己中文很不够，那所以呢他又回过头来去补这个国文。那怎么补国文呢？在旧书摊跟那个老先生聊天，买一些书，然后就这样看，自己自修自补。因为他这个大学四年当中啊，全英语授课，英文讲得很好，也写得很好，可是他的国文底子很弱，那所以他就靠这个宗教信仰来维持，就是靠这个家族的这个家庭小家庭的力量来维持他。那殊不知中国人是这个以儒家是为生民立命啊，哈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和他从小这种基督徒的这种信仰是不太一样的。他靠一个外在的上帝，可是中国人靠的是内在的这个心学啊，就王阳明这个心学。他其实很可惜，因为我看那个他住的地方哈，就很靠近那个王阳明哈，这个就是的心学的那一个区域，但他没有受到这个阳明学派或者中国传统儒学的这个影响，就是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这个夺志。还有就是说慎独这种观念，就是我擅长跟我自己相处在一起，我和我自己相处。就中国古代文人的这种修身的理念，他没有很适时的相应的去学习到，所以后来就补充了这一块。但不过总而言之啊，他就认识了胡适，然后呢就在北京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之后呢，就申请到一笔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嘛，也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了。好，那这个大概第一个方面要签约，那你回来要服务啊。好，还有就是说呢，这个奖学金有限制啊等等。那于是呢，我们不是说廖翠凤得了这个盲肠炎吗？所以他就那个把钱花完了以后，他就问这个胡适，写信去问校长，说我可不可以预支下一期的奖学金？啊，比如说也许三个月发一次啦，或六个月发一次，我可不可以预期下一个月的奖学金？那胡适呢就寄了$1000过来。许多年过去以后，两个人都垂垂老矣了。他从别人那边才得知说胡适自掏腰包寄$1000给他，那种当时的文人的那种惺惺相惜真是非常的美。那胡适也是一个非常温文儒雅的这个学者。我前两天在阅读一个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觉得很美，就是呢因为当时的人每个人都认识胡适啊，那沈从文刚刚从湘西啊，湖南湘西啊，然后到北京的时候呢就去看这个就是认识了胡适，徐志摩介绍的。那胡适呢就说，那你就到，因为他写了这个边城等等的小说都写得很优美，所以他就让他还有长河啊三三啊，他就让他呢到中国上海中国公学校来教书。第一堂课他前面准备得很充分，要讲2个小时的话嘛，所以他前面准备得很充分，就第一堂课看到这么多人，然后还有后面还有人在搬椅子进来，然后突然之间为之语塞，说整整有15分钟的时间说不出话来。沈从文
年纪轻轻也温文儒雅，从湖南乡下凤凰城那边出来的一个年轻的作家。那大概是因为他出了几本书，也有一点名气，所以大家都来选他的课。但他没想到人这么多，他十五分钟在那，快要说出来又没有说出来，然后大家就这样看着他。十五分钟之后，他觉得他比较能呼吸了，然后就开始讲话。他不是准备要讲两小时的课吗？就是十分钟就讲完了，十分钟讲完之后就没了。然后他又再度看着学生，学生就这样盯着他，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他最后就只好在黑板上用写字的，他说：“我今天是第一次上课，看到你们人多，怕了。”那那个在座他未来的太太张兆和，合肥四姐妹的第三个。小闺秀千金小姐坐在底下，后来他们两个那个互相那个沈从文写了长达四年的情书，上千封的情书，追到这个合肥四姐妹的张家小姐。不过那个他未来的太太坐在底下就是，然后这样子的情况呢，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他说，快要开始了，又冲回去了，这样十五分钟，然后后来又说你们人多，我怕了呢。好，传到校长耳朵里，校长哈哈大笑，不是啊，哈哈大笑，他说第一次上课遇到这样的情况而没有被学生轰出去也算成功。你这个不是很有这个风度的，对，很有作为，他这个很能够这个有世人之名啊，作为一个上位者，就作为校长本来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世人世才之名。所以后来沈从文也是在1987年到1988年呢，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你看那个当时胡适看人就很准，没有错，也没有说为这件事情焦虑，非常豁达的说，他完全相信他未来会驾轻就熟，以后可以慢慢开始讲课，第一堂课嘛，只要没有被学生轰出去啊，就算成功。这是胡适的态度，所以胡适会寄1000块，自掏腰包1000块寄给林语堂。也说明了他也是爱才惜才，所以从侧面，从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侧面都能够看到胡适的风范，也很了不起。那么等他呢这个在美国求学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发现美国物价太高，他即使在预支他的奖学金都不够这个生活，于是他们就在念完了硕士学位之后呢，转到德国的一个小镇的莱比锡大学去取得博士学位。他这样一气呵成的把学位拿到以后，才又回国。回国呢，在上海过了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办了很多刊物。好，那然后呢，最有名的就是他把英文的 humor 翻译成了幽默，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幽默大师。有一次不是在演讲会场上吗？那是毕业典礼嘛，很多人那个前面那个政要讲话都漏漏等的这样哈，轮到他的时候已经快要11点半了。那岂不是要收场了吗？好，毕业典礼都还没开始哎，一大早就这样一讲，讲到现在11点多了，所以他就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演讲要像女孩子的裙子，越短越好。所以后来那报章杂志全部引用他这句话，博得满堂彩，然后他就得到了这个幽默大师的封号。他确实也是这个妙语如珠，语出惊人。我们来讲几段呢，他当年在编报的这个小故事。这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个性跟形象了，因为他是比较不属于那种中规中矩、严肃哈、严以律己、很苛刻的那种人，他是属于喜欢那种促膝长谈、开个小玩笑，然后有时候爆个料，然后讲话的时候比较大辣辣的那样子，这样子比较能够跟这个好朋友拉近距离，跟听众拉近距离，而不是说和他们采取一种这个上对下或者很遥远的距离啊。因此呢，他喜欢的那个散文风格叫娓语体。娓娓道来的娓，女部的娓，然后语言的语，娓语体。好，那于是呢，他就说啊，什么叫做娓语体呢？就是聊天哦。这个演讲跟写文章就是像在跟人家聊天一样的哈，聊得很开心就好。那于是呢，他就会讲一些有趣的笑话，譬如说这个有10只小猪，好，有一只母猪带着9只小猪。过河，总共10只。好，在过河之前呢，就数了1、2、3、4、5、6、7、8、9、10，1、2、3、4、5、6、7、8、9、10。对，好，那大家就上船了。上船了以后呢，过了船，下船以后呢，大家都站好，让我来数一数，1、2、3、4、5、6、7、8、9。
少一只，然后再数不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真的少一只，然后就慌了。李永堂就说：“奇怪了，有人自己是猪，怎么没有想到自己？”然后我因应当时那个政治的乱象，就讽刺某些人。那个民国时期啊，那些军阀啊，那些主政者啊，好，非常的不堪，所以他就用那个乱象去讽刺人。那比如说，假如我是土匪，我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练书法。因为有一天啊，将会有人请我写书法，那我就开始练，每天晚上要练书法。那一边练书法呢，我就开始呢去选那个市民代表，好，然后等到我呢选到里长，市民代表选上了以后呢，做几年之后呢，我就选这个市议员，好，市议员呢，最后呢我选这个立法委员，好，立法委员之后我就选省长，好。选省长需要你想想看，到那时岂不是有人天天找我提字吗？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忘记要练书法。这些都是他在讽刺哈，这个谁是土匪。另外呢，他又再提到一些事情，譬如说教育的问题。他说，如果我办一个大学，这个学校里面呢只有呢图书馆跟宿舍，很少的教室，那个教室很小，就是大家就是聊天讨论跟咨询用的。好，那图书馆呢，我会把你们交给我的学费绝大部分呢都去买书，那你们每一天呢来学校以后呢就大量的阅读，我相信只要有一本字典在手，什么样的书都能够，就是说什么样的书呢你都可以看。好，你就不要怕说它是英文的，好，或它日文的，它德文的，你只要有一本字典在的话，什么书我都可以看得懂，然后想办法看懂。那这个社会上，这个学校里面，我就聘了几个教员，每一个领域有一个啊，他总是走在你前面嘛。就说你喜欢读莎士比亚，啊，你喜欢什么量子力学，哈，你喜欢研究这个什么哪一个物理学的什么东西？那总有一个老师，他之所以是老师，因为他比较起步比较早，他进入这个领域比较久，他在这个前走在这个前面。那因此呢，你就可以向他咨询。老师，我这个地方啊读了我有心得，我可以跟你讨论一下吗？好，还有呢，这边呢我有一个问题，我看不太懂，可不可以请教你？你可以就你的这个学术专业呢去解读，好，去帮他解惑，那他就可以再继续往下看啊。用这种方式，这才是真正理想的大学教育。因为他说，上课是违法的读书时间，下课才是合法的读书时间。好，那我们人生99%的学问来自于自修。我们人生99%的学问是自修的，自己看东西，自己去学习而得来的，而不是上课的。如果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有的学问就是上课那些得来，那就是少得太可怜了。绝大部分的学问是来自于自修，自己学会的。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充分的时间，不要把它拘在那边6个小时、8个小时，甚至于10个小时，因为那个时间是在扼杀他的学习，而不是真的增长他的学习。然后说，你们大家诸位再想想看，如今是个什么状态呢？你们把你们的学费呢交给了我，所谓的校长呢就把这个学费呢绝大部分呢就付给了教员，好，人事费最高，对不对？哈，然后教员呢就把他的薪水呢就交给了他太太，他太太就把大部分的薪水呢都拿去给了保姆，保姆呢就拿了大部分的薪水去修他家的马桶。你觉得你的教育经费丢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如果是办学的话，我就要把所有的经费买书，买很多很多的书，让学生呢好好的来自修来阅读，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都会聘几个教员让你随时问他问题，随时咨询。这是他的理念跟想法。他写在他的散文里头，他的幽默感呢随时随地就这样子这个闪现，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思想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哈。可以从中呢去挖掘他的思路，他思维跟一些特质。只不过呢，他像他这样聪明的人，又有独立见解跟思想的人，在早期那样的年代，很少的人能理解他，大家就把他当成是个笑话，看一看就过去了。如今想起来，真的觉得很可惜。如果由他来引领我们的话，说不定这个文明啊，跟这个文化还会引发出一个很新的这个活泼的光彩。所以他后来呢，从莱比锡大学得到了这个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呢，就在上海办报，
好，那办完那些，譬如说《论语》啊、《人间世》啊、哈《简福集》等等的，他自己大量的写作，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就把那个杏林的幽默的这个小品文的方式，一天一天的写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找这一系列的散文集来看一看，就林语堂的散文，他当时呢是怎么样去对面对生活、面对教育问题、面对政治的问题，有他自己一些独到的看法，在这个 pub 里面呢、哈，然后这个认识了一些这个外国什么《泰晤士报》的、《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他会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采访新闻，他们整天就泡在那个夜店 pub 里面，然后等到清晨要截稿的时候呢，就说哪里中国哪里又出来一个这么大的瓜，哪边又有一个连体婴，然后就写了怪异乱神的。传到了这个英国、美国去之后，所有外国人的那个眼界跟观感认为中国人很可怕，那是一个人间炼狱。中国的女人呢，这个这个平胸小脚，就是一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大金牙。然后他就说，怎么会有这样女孩？这个太可怕了。林语堂说，看我们这个乡间的这些女子，城市人女子。多美啊，哈，才不是像他们写的那样。但他为了要让那个《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卖出去，他就这样写，写平胸小脚，然后呢，面色苍白，一笑的时候露出一片金牙。那这个大可能他看到一些个案，然后就把他或者以讹传讹这样抄，把他写进去。就林语堂觉得很痛心，觉得很难过。刚好在那一段时间就认识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赛珍珠啊，她跟她的丈夫呢，她丈夫就是开这个出版社。邀请他呢到美国去写作，那于是他就展开了他第二度呢到美国，就从那一段时间之后，他大概就大部分时间就待在美国没有回来，大量的用英文写作，这种机会跟情况呢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作家仍然用中文写作，而且在自己的国土，并没有出去。可是呢，林语堂是一个可以用英文大量的写作，介绍自己的国家、介绍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作家，这个机会非常少，所以使得国内的人呢对他长期的不认识，甚至有些误解或不理解。那国外呢，他却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这种情形呢，要到很晚近才打破，因为他晚年的时候是回到这个台湾，并没有回漳州，所以大陆就对他封锁。把他的作品啊，哈，他人啊，就全部就打成这个就是不能够进来的这个刊物跟作家。那因此呢，他就不太被人家所理解跟接受。那么在台湾这边呢，其实大部分的读者哈，在看待他的东西的时候呢，也某种程度上也不会马上就接受他的作品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吧，大家对林语堂已经淡忘了。不是那么记忆很深刻，所以大概就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慢慢的又有一些兴起。我就说我的第一个教职呢，博士班毕业以后在佛光大学教书，当时呢报纸上呢就写说各个外馆呢要就是要外放出去啊，给人家来竞标啊经营，对不对哈？当时佛光大学校长就把这个林语堂故居标下来，哎，他就把这个客厅啊。他家里面那个林语堂故居哈的客厅呢，跟他跟夫人的卧房呢，就做了那个大的隔间，就像这个板子一样把它隔起来，这一间也把它隔起来。本来他们家是这样连的，我们现在就把它那个封起来，变成三间。那正中间这一间呢，进去以后出去有个阳台，对不对？好，那个地方呢，就是林语堂呢在抽烟斗的地方。他说啊，这个黄昏啊，那个日头西下，坐在这里，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哈，这感觉呢，就像朱自清写《荷塘月色》一样的，走到那个清华园的那个池塘，然后坐在这里，说你可以想一点事，你也可以什么事都不想，于是你就感觉到自己是真正自由的，啊，他那个林语堂刚刚好也有这样类似的一段文字哈，说若有所思，若无所思。那这个地方原本是他家的客厅，我们就把它改成了一个一个小的咖啡座，所以大家去可以点餐，打开那个餐点一看，就是林语堂这个喜欢吃的那几道菜色。旁边有书柜卖林语堂的作品跟专辑。好，那这个隔起来了以后，本来他们家是这样通的，可以走在室内可以这样连通的。那就把他和廖翠凤的卧房呢，就是如实的呈现。
让大家看到他们夫妻的卧房的情形哈。早先呢，他的长袍还挂着，因为太多人都去摸一下摸一下，就后来就把它关到衣柜里面去好了哈。那又怕很多人把衣柜一直打开一直打开的。那事实上，他的家具也没有什么好家具，也不是那个古董的啦，或者是那个樟木的啦，什么木头的。那但是也是怕开久了会坏掉。啊，那什么沙发也不是顶级的沙发，但是就是一般的家居生活。那把这个客厅的东西也搬到那边卧房去，把它大致上有挤了一点，稍微布置一下。啊，那另外这边是他女儿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讲堂，可能都没有这边大，再小一点。那个小小的讲堂呢，就定期办了这个读书会。那我当年呢，第一个工作在佛光大学教书，六月份从中央大学博士班毕业，八月呢。还没有开学就先上林语堂故居去布置，九月才到佛光去教书。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他的隔间啊、设计啊。他家里面抽屉打开有上千张的家庭照片，就申请了国科会计划呢，把它数位典藏。那另外就发现了他的手稿跟笔记本，然后就看到譬如说有一个有点类似那种公司尾牙那种照片啊，老板坐前面，对不对哈？第一排大头都坐前面，后面大家站到后面去这样。他不知道哪里来那张照片，黑白的，他就把它拉线这样说明。那他是写英文的，就这样拉线。而拉线说明的那些哈，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京华烟云》里面的人物图表。也就是说他对于《京华烟云》的想象是透过一张大照片，因为他小家庭嘛。那他怎么能像曹雪芹那样写一个大家庭呢？他就先找一张大照片，然后再想象说这个家族有哪些人，这样用这种方式，然后英文这样写。然后我们知道，哦，这个大概是他最早的雏形哈，要写《京华烟云》的一个雏形。那看到这些照片，还有很多他的手稿跟资料。另外呢，就是他女儿的那个房间，我们开辟成一个小型的讲堂，每一个礼拜周末都办讲座。刚开始的时候找了一个退休的英文老师，问他说可以教《京华烟云》吗？他说可以。那于是呢，每个礼拜六就是小小的几个人，那也许十几、十二个人或十几个人，就跟他开始念那个英文的《京华烟云》《The Moment in Baking》这本书啊，在日本翻译成《北京好日》，Moment 就是瞬间。The moment in Beijing 就北京的一个瞬息，但这个瞬间呢，是从这个八国联军到八年抗战这一段国势非常如麻的时期，因为他不能像《红楼梦》那样写太平盛世，他自己本人就是从八国联军到八年抗战这一段时间成长，他只会写这一段背景，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是占据他生命中呢很长的一段时间哈。那于是呢，我们就请一位退休的英文老师，然后让他来教大家读这个，每次读一段读一段。结果大概那个时候开馆之后，我在那边待了两年，就是佛光大学跟林语堂故居这样两边跑。那结束了这一段工作之后，就专心回学校教书，又过了大概有十年。好，那因为呢，中央电视台大陆中央电视台打电话给我说要做个采访，然后于是我就上了林语堂故居去查资料，我发现那个老师还在教英文，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就是十多年一定有，至少十年过去，他还在那里上英文，我想这个一定是件好事，哈，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不妨呢就也可以呢看看他的《京华烟云》，我常在演讲的时候。还剩五分钟。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这个《京华烟云》。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吧，哈，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学生的家长。她跟我说，我读了六次。我说哇，你真的太棒了，这样哈。所以喜欢的人还是不少。喜欢《京华烟云》，虽然还剩五分钟，但等一下我一定会再谈谈《京华烟云》。啊，那在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呢。他在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到国外去继续去写作，然后这个《京华烟云》呢，《The Moment in Baking》呢，我们翻译这个日本翻译成《北京好日》，日本人也是大量的翻译这个林语堂的著作的，所以我做过国科会的计划，就是林语堂的东北亚的这个课题的检索。那另外呢，大陆翻译成《瞬息京华》，哈，台湾翻译成《京华烟云》，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台湾早期很多的翻译是非常雅寻的。我在
就是去年十月知道这个日本作家石黑一雄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大量的开始讲述他的小说，啊，一本一本的讲，在广播电台，然后在每一个课堂上，在学校，在外面的课堂上，就讲到了这个第四，中间是过年，就是这个过年的第那个时间点上，需要查这个第三部小说，就是《长日将近》嘛，啊，然后这个《别让我走》，啊，接下来要再讲第三部小说叫《我被孤雏》，然后就到东华大学图书馆去查，过年哦，哈。然后东华大学图书馆去查，这个网络上的有这个锁书号，可是到架子上就没有。那我就下去问那个馆员说没有看到，他说可能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掉下来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会把它捡回去呢？他说那有的话我们再通知你。那我有点不甘心，因为整个寒假就是希望是最好的读书时间，又上三楼再把它溜完一遍，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吗？就看到一个叫做上海孤儿，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本哈，那个是简体字的，啊，把它拿出来看，英文对了，那台湾就翻译成我被孤雏，我被中人的我被，孤儿的孤，啊，雏就是那个幼小的雏，啊，雏就是那雏鸟啊，雏鸡的那个雏，我被孤雏，那大陆翻译成上海孤儿，你可能觉得它比较浅白吧，你可能觉得它比较容易懂的，但是那个翻译的雅寻这个问题，我常常深有所感。因为每个地方对于这个同样一部作品的翻译不一样，你们一定也有很多例子，像电影就是，对不对？那现在回过头来说呢，他就是再一次的就到美国去写作哈。这一段时间里头呢，他大量的抒发了对于中国的文化的介绍。这个文化的介绍里面呢，包含的是哪一些东西？我一开始演讲的时候就问大家说，如果我们也给你们一个题目叫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你要写什么？好，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我们的面向。林语堂呢就带了一些资料就出国了，这个资料里面呢确实没有《论语》，好，就是没有那孔子学院的那一套，确实没有《论语》。那他带了什么东西呢？他带了老子跟庄子，啊，就可以反映出他心里面想象的中国，勾勒出的一个中国是什么蓝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勾勒，或者你勾勒台湾，或者你勾勒台北，你一定会觉得说，如果要我介绍的话，我会 focus 在哪一个，哪聚焦在哪一个区域，在哪一个面向上。他就带了老子、庄子，然后接下来说，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他就带了那个晚明的小品文，晚明的杏林小品，这个东西他带去了。另外还有一本书叫《中庸》，四书里面的，对不对哈？《论孟》然后《学庸》，对不对哈？那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中庸呢》呢就带去了。大学倒是没有怎么提到，就是带了《中庸》这本书。所以我们举一点点小例子来说明呢，这个啊，他怎么介绍中国哈？譬如说呢，他说这个《中庸之道》就是一半一半，啊，所以他引用了清朝李密庵的《半半歌》，他说，人生活到现在差不多过半，然后就发现半这个字是生命中的座右铭跟最好的一个字。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差不多一半多一点或一半少一点，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太饱，比一半多一点，下次觉得还有滋味。那衣服呢，不要穿得太好，有一两件哈，哇，那个是名牌的，就是以后有什么宴会随时备着用的，其他啊都是很轻松的，然后呢很舒服的。然后那个瓷器啊也有一两件，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可以招待用的，其他我们平常都是用那种大同啊、康宁啊那种就可以，家乐福买的就可以了。好，那说儿子女儿呢，放眼望去呢，其实智商都不高，那成绩呢差不多就是学校里面中上这样就可以了。老婆呢，哦，对不起，没有很漂亮，就是我看得顺眼，还过得去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就是看他看得挺顺眼的就可以了。他就认为这种半半哲学、中庸之道，哈，其实事实上中庸是一种正道。就中国人之所以会提倡中庸，就认为中庸是生活的正道，而不是极致是正道。你像西方人啊，小提琴啊、绘画啊，然后要达到某种极致，好，或者是说要追求到那种艺术的那种登峰啊。就是很唱高调的那种方式，中国人是不做。中国人认为，就是那个半半哲学或中庸之道才是生活的正道。
这件事情也很值得我们去在意它。另外就是晚明的小品文，晚明啊，像这个张岱啊，这西湖七月半啊，或者陶庵梦忆啊等等，这些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大陆有的时候他们会选一两篇在他们国文课本里面，晚明有一些散文家的散文写得蛮好的，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没事，然后那个阳光啊洒在那个蔷薇花上，好像那个花枝招展，好像在对我微笑。这时候有个朋友来了，然后就请他到庭院里头来。他说今天做什么？我们说喝喝茶吧先。好好，然后我我的杯子都不是成套成组的，因为我都是高兴就买一个买一个，所以有一个白玉的，好，然后有一个古瓷的，那你用我看一下啊，有一个青花的给你，然后我们就泡茶了，然后喝完了以后就说很开心啊，你这院子里面花长得还不错，画画怎么样？好啊，然后就铺纸了，我就先画了，把小菊啊、雏菊啊什么草地画起来。另外一个人呢，他就在那提了一首诗，再一个人呢，他想想就说，前两天做了两个篆刻还不错，就盖了几个章，整幅画就这样完成了一个下午，喝茶吃点心，画画写字，然后呢谈文论义就这样过去。有人可能会说，明朝之所以亡国啊，可能就跟这些文人呢、这样子述书不官啊，空谈心性啊，过这样的生活有关。但是我常常都替他们有点叫屈，因为中国的那个外侮啊，它是不断的入侵的，但是那就是那个少数的这种逐水草而居的边疆民族，它不断入侵，是一个宿命，就每一个朝代的一个宿命，从汉朝匈奴一开始，所以这个满洲的这个满清的金戈铁马应该不远处了。可是江南这些文人啊，暖风熏得游人醉，他们一篇一篇都是很有灵性的。又如果说又有一个人，他就是早起的时候呢，就到西湖边，然后就跟人家说，就是买粥哈，就是多少钱，然后他跟他讨了价还价之后，他就坐上了他的船，他带他游了一趟西湖，游回来以后，晚上当晚风雨如晦，下大雨又刮风，他就在书房里面把今天白天晴朗的那个西湖画出来了，一个晚上陶醉，一边喝酒一边画画，把它完成，这样又写了一篇散文。就这一系列散文我们称之为晚明杏林小品。林语堂就是带了老庄哲学、中庸之道跟晚明杏林小品去构筑了一个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还有继续第二集就是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Importance 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吧， Living 就是生活嘛，生活中重要的事。所以呢，最后他这两本书呢，就是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上夺冠52周，一年52周连续夺冠。因为当时买书美国很大，他们不是像我们到诚品或金石堂去买书，他们是这个通讯的，那所以那个书商都会寄那个资料给他们，然后寄资料会告诉他们现在大数据跑下来的话，那畅销书在前面，那他就会想说这个我也要，对哈，然后就勾了这些书。所以呢，林语堂的这个生活的艺术无国无名呢就畅销，这个畅销52周呢，在全美的这个就是畅销书排行榜上夺冠。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叫 Peter， 他写下他说，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你会有一股冲动，忍不住跑到唐人街去随便拉一个中国人向他深深一鞠躬，就他成功的地方是这样那最后补充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京华烟云呢，当然就是诚如大家都知道的，他想翻译《红楼梦》，但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这里面的东西实在太难转译成为英文了，所以他干脆用英文写一本这个三大家族爱恨情仇然后那个，但是他是写乱世末世的一本书，写这个京华烟云里面呢，带出了他对于很多这个文化的思想。第一个出场的是那个饶木兰的父亲姚思安，他代表于中他心目中的中国男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他说个子不高然后马步很稳，一出来的时候呢一扫全场，那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人轻轻一推是推不倒，有一种练家子的那种感觉在里头。那他的家两边那个石狮子旁边都有那个奉茶跟那个就送药，那个穷人或路人想要喝杯茶，或者是那种痢疾或什么流传性疾病的话可以拿药，那他是大善人，路边都是这样子。那理想中的女性当然是姚木兰，姚木兰的那种蕙质兰心，聪明伶俐，小时候被土匪白莲教绑架，后来
被这个就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救了以后，他父亲怕救错人，因为他去看了很多女孩，他只救那一个，他不可能把人家全部都买回来嘛，因为这是我那个就是很妈吉的好朋友的女儿，我才去把她买回来的。我是透过那个黑道啊，就叫他们带我到地下室去看的。那我就怕就是救错了人，所以我就拿了两片甲骨文问他说这是什么，他还告诉他这是甲骨文，还告诉他这上面是什么字，还说那没有错了，就是姚思安的女儿姚文啊。他对于这些文物的痴心迷醉，就表示说他对于精神生活，对于古代的历史文化的追求，现世的或者是说什么打扮啊那些事情，他就他比较重视精神层面的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女性呢，也是林语堂比较这个对比较向往、比较欣赏的女孩子哈。所以这个书啊是很厚的一本书，然后可以细细的去阅读它，了解林语堂的整个生平、时代跟背景啊，是一部很精彩的文学作品。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刚刚说的那个5分钟又5分钟又5分钟，所以呢，不得不在这地方呢告一个段落。我非常开心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来谈谈林语堂这个谈不完的，就《京华烟云》这本书啊，就可以谈好几堂课，里面的很多这个风俗民情哈、男女主角等等这些故事就可以谈好久。更何况呢，刚刚说的晚明杏林小品，还有幽默，他的幽默散文，还有很多很多故事可以谈。那么有机会呢，我们再用林语堂呢跟大家结缘。今天谢谢大家参与。好，非常感谢各位读者参加。那老师，待会我们楼下如果有需要签书的话，老师可以先留在这边帮大家签书，这样子。那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非常感谢各位老师。那如果说你有需要签名的话，可能我们按照我们这边整理一下，按照这个顺序这样排队过来。然后如果你们手上刚好没有书，楼下的话也在需要书上看书。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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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学生下来还是办了，成功成功，我觉得讲过这句又就吸引了一些朋友吧。讲的又很精彩，很精彩，因为两个小时呢，签这本书啊，因为我想看看还有多少人还是在等马老师下来，还有我等他来接他，接他倒是非常好看，自由奔放，这个演技很不错，跟第一想回家再听，对对对，你去跟老师聊。你那是从哪儿上来的？我们上一次这个沙龙的演讲是我在五届，我跟大家在那时候，我们在沙龙的演讲，我们在沙龙的演讲，
去看那个成本问题。希望能够参与这个盛会。
今天跟院长来很有关系。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好，没关系，你先。好，那我先。好，谢谢，下次见喽。好。